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九节找到了，一起读。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正道，变与不变，请对焦清楚。变与不变，请对焦清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经常行驶在道路上面的用路人，不论是骑车还是开车，都需要让自己的行踪明显，而且具有可预测性、恒定性。那是为了安全的缘故，确保没有人会想要快就快，想刹车就刹车，一时兴起想要靠边买蚵仔煎，而导致于后车追撞上来。这是很清楚的道理，但是很多人喜欢随性的转弯，而且不打方向灯，真是害死人。另外，我也想到有个道理是很多学生常忽略的，那就是英文单字很少有改变，不是吗？而且同理可证，文天祥很少有新的作品，是不是？那根本没有。所以这也是一种恒定性，背一个少一个，而且背了就可以用一辈子。但是懒惰的人总是斤斤计较，老师规定要背多少，好像自己多背一点就会吃亏一样。我是读法律出身的人，对于听到有人说法律仅仅是保护懂得法律的人，这句话我不能说不对，因为游戏规则搞懂了就比较不会撞框外，好像在下棋的时候尝试要飞象过河一样。或者说认为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好一点，这也就是懂得逻辑理则的人可能比较容易通达事理一样。我们信主的人若是多能认识上帝的话语，当然就比较能多一些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我们若是懂得属灵的法则，就会懂得上帝是以怎样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经济，祝福我们的人际关系，乃是祝福我们的人生。这就像是有属灵经验的人，他晓得运用这些法则，比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比如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因此即或他手中没有太多，他看见需要仍然能够舍得给，也肯多多的奉献，不会跟上帝斤斤计较。他乐意帮补人的缺乏，不单是因为知道主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多多的倾倒福气给他，也知道将自己的心献给主，可以扩充自己的属灵眼界与境界，更多拥有主给予的宽广与满足。我所说的就是懂得运用属灵法则的人，他了解与上帝交往的秘诀与方法，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然而有规则就有例外，人生是一条漫长的精炼的过程，我们会遇上种种的事，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在这当中，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为我们形成种种的环境，让我们从其中来寻见他，来认识他。我们知道上帝他并不是没有感情的高压电，虽然看起来有庞大的能力，但靠近却会带来生命的威胁。他也不是偶然到访的夜空流星，虽然绚丽，却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不，他不仅只如此，我们真的认清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有恩典有真理的主，是可以寻见的。我们是他创造的，有他的形象与样式，有他的爱与创造力，所以即或我们像法利赛人那样的死守规条，即或我们以固定的某些属灵原则来熟悉他的行事为人到底是如何，我们可能仍然会在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人生布局当中失迷方向，因为他不是死掉了的上帝。除非我们灵活的与他有互动与交往，我们所认识所交往的上帝就会只是某位宗教知识里面的神奇。换句话说，我们若是与圣灵有对话，可以吗？我们与耶稣基督有活生生的关系，他认识我吗？另外，我们心里跟上帝有没有因为他对我们人生的困难安排而产生无法跨越的芥蒂？老天爷，你对我太残忍了。那么真的很可能我们就会是另外一个亚伯拉罕，我们就会是约瑟，我们就会是被安排在旷野里面，在埃提阿伯的太监的车子旁边，能够跟上人心的脚步的那个腓力。我们可以有生命道可以与人攀谈，有上帝的话语可以与人分享，甚至像亚伯拉罕一样站在求情的立场，为我们所爱的人们可以与上帝认真的打交道，敢跟他讨价还价，因为我们打从心底相信，我们大概知道上帝的底线会是怎么样。这种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认识之道，就是与上帝之间互动的恒定性。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讲的是许多的原则，如何跟弟兄姐妹相处，怎样做一个蒙福祝福的人，用爱心与人交往，用爱心接待有需要的人。经文也劝勉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在痛苦困难中的人着想，勉励我们谨守人际的道德与法律界限，不要贪图人的妻子，不要贪图男女之间的欢乐，因为这会使我们在诱惑中跌跤失脚，为了短暂的欲望丧失了人生长远的亲情与力量。再者，希伯来书也劝勉我们，物质上的钱财上的贪欲不能够带来满足，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主是知道的，因为就像大卫在犯罪以后在软弱之中的祷告，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犯奸淫，借刀杀人，但是大卫他心里清楚，这个跟上帝有很好交往，跟上帝之间有长久认识的君王，他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那就是生命的关系。因此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最糟糕的事呢？就是与永生的上帝隔离，失去与他之间的生命的关系。在今天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也劝勉我们，他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故此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各位，无论你是否处于困苦，是否在医疗长照的环境之中等待神迹，仰望上帝，这句话是对你说的，是对你我都说的。死亡能把我怎么样呢？化疗能把我怎么样呢？家暴能把我怎么样呢？前提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援，成为我们的智慧，将我们拯救脱离我们所处的这个悲伤与挫折，让我们的心灵身体虽然痛苦，却像是隔开的。这在癌症病痛当中的人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动物，不是药物试验的场所，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吗啡止痛剂。有些人知道我曾经在一个信仰群体中有20几年没有吃药或是看医生。我们是凭信心仰望耶稣医治，有没有呢？有的，确实有许多人许多疾病蒙上帝医治，但也有许多人失去了性命，也失去了他的信仰。没有经验过人手不能医的疾病的这样的人，他是不可能带领帮助没有这样经验的人来依靠上帝的。因为在困难的处境中，那个海是没有底的，流沙是不停下陷的，死亡是可怕的，失去生命的恐惧是一团墨黑的漆黑。上帝在哪里呢？在旁边的人往往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我要谈到一位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传道人，他自己曾经蒙上帝的多次医治，身体与事业蒙神祝福又恢复。在这样的人生经验当中，他一向坚持属灵原则，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的家人，但是上帝却没有应允他所有的祈祷。他陆续失去儿子、妻子，最后是自己的生命。我尊重他的信心与经历，但我也痛苦看到一个坚持属灵原则的人没有喜乐地面对这一切，手中紧紧握着原则，心里面藏着对上帝的疑惑。但我感谢主，至终他接受家人的劝，到医院接受缓和以及非侵入性的医疗援助，终于他的坚持有了一些调整与更动。我觉得一位受人尊重与敬爱的传道人能够越过属灵原则与自己的坚持，来接受主对他的帮助和眷顾，这样的改变无疑是主经营这一切的成果。他手中的工作救主一定纪念，而他回归到天上的家，那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我照着今天的经文，心里面也有一把尺。我在神学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即席在课堂上写了一首新诗。我没有停止想念他，我仍然还是一直在效法他的信心。我也留心回顾他为人的结局，我希望学到他所教导我的一切，包括信仰上的以及非信仰的。因此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世上能活多久？我们要如何活呢？我祖传有长寿的遗传基因，我也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我想我会长寿，那应该是必然的。但我周遭有许多注重各种饮食保健的人们，有各种种种充斥生活环境里面的资讯，我们如何吃，吃些什么？因为吃进去的东西常常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身体健康，甚至决定了我们寿命的长短，产生出决定性的变化。因此有许多的达人、专家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吃食引介，要让我们有意识地成为既有饮食文化又身心健康的人。尤其是处在医疗长照环境里的朋友们，今天的经文虽然提到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他其实不是指着卫生保健说的，他是说有人吃荤，有人吃素，有人吃牛羊不吃猪狗，这些并不能改变我们内里的信念与信仰，也不会影响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与处遇。因为人心靠上帝的恩典、信心与信仰获得坚固，那才是好的，才是重要的，而并不是依靠饮食的坚持与信念。我想聪明的人可以很容易从上帝、医生、营养师乃至于饮食达人获得教导与资讯，让我们可以吃得健康，吃得有益。我们所处的世界除了让人感到古时候比较让人怀念，好像没法让人有太大的期待，是吗？其实它既然是上帝的设立管理之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心灵都需要交托给主，来在其中寻见他对我们的引导与旨意。而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超越时空，超越字句，超越属灵法则，因为他是活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人生环境当中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你要让我们行在其中，是你所指引我们的。我们虽然有时会彷徨，会觉得疑惑，感到无助，心里面担心忧虑，然而我们有一个又真又活的道路，那就是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行在你其中，从你得着救恩的门，进入救恩的国度。我们可以行在人生里面，有你的陪伴，有你的同在，这是我们所尊重所保爱的。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如走迷的羊一样，自以为是，自认为聪明，自以为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往往这一切都带来不可靠的结果。主啊，我们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生命的关系里面与你有更生动、更活泼的互动。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多认识，我们对你如何待人、如何处事、如何引导我们，有越来越清楚的一个明白和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欢然、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你行在其中。亲爱的主啊，我们恳求你厚赐圣灵浇灌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高举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如何来行道，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主啊，帮助我们，尤其是在医疗长照环境里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恳求你即刻的、及时的来听我们心里面向你的呼求与祷告，求你听我们祷告，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能够从我们的困难跟痛苦当中能够超越出来，能够在这当中寻见你，能够在这当中与你同行。主啊，谢谢你，我们求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